そう、あの、そう、such a そう、あ、parameter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dependent variable。来自日本的须藤秀少教授是用全英文来授课，向同学讲解社会科学与电脑模拟相关的议题。那这个课程基本上是跟人工智慧有关系，然后去做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。那他的研究领域基本上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，他们的专长就在研究一些像生物里面的一些的培养，所以他基本上像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实用，可是他们研究的都是一些海洋生物的一些研究。In this course, I want to share the knowledge with your students about the social simulation. So it depends on the multi-agent simulation. 社会科学的一些行为。那比如说他们很专长在一些像fish culture。fish culture 就一些养鱼啊，或者一些生态的部分，其实基本上他们是比较专长。那因为我们的研究专长就比较偏向于应用面，那对这方面就比较少去涉猎到。资工系打造国际化的教学环境，强化学生全球竞争力，特别邀请日本近畿大学情报系教授须藤秀少担任移动师资，进行为期一周的短期授课。课程的话，我们主要就是在做一些模型建模上，然后建完模之后进行模拟。对，那对于国际师资进来，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其实第一个就是，我觉得我们视野就是有被打开，因为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平常有接触到的一些研究的学科，对。但是这个老师进来之后呢，就是透过老师的分享、老师的教学，让我们学习到一些不同的领域的东西。我在这次就跟以日文能力跟这次的日本学者来参与这场课程，然后去体验一下从日本学者如何去考做这个课程，特别是这次的模拟的课程嘛，模拟。国际师资课程让学生不用出国就能研修到国际级的课程，帮助学生接轨国际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